平常呀很少来到威海，今天呢陪老师来到威海公园啊转一转。这个房子是咱胶东特有的啊，叫海草房。这个房顶啊都是用这个海草啊弄的，然后是石头的，但是它现代和传统的结合吧。这边是大的窗户，看现在的石头房子。来到咱们威海的海边啊，看这海啊，真是很蓝很蓝，比咱们银滩的海要蓝多了。现在是大海的波涛啊，因为它这个海水啊和岸边呢这个距离就是离岸边很近就很深，它只有深它才蓝，银滩的海水呢是沙滩，所以感觉呢不蓝发黄，但实际上呢海水都是一样清洁的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威海的海边啊，这边有一双胳膊一双手在拖着一个大镜框空镜框，很多人在这照相啊，这各地来的游客在这拍拍照留留影。这里海边呢这个有一个景观啊叫做景观石林啊，这真是石头啊，真石头，跟树一样的石头，是不是人造的？看看也可能是人造的。看看这边啊，景观石林，这底下呢躺了一个石头，这个应该是真石头，可以看一下，这是真石头，可以看出它的年代来啊，看它的横截面五颜六色的，这是真石头。那么这些石林呢也应该是真的，不是水泥的吧，看是不是水泥的。哎呀，这是真石头，不是水泥的，这个是这过去的这种啊巨型的树木啊变成化石以后成这样子的了。这是真石头，你看里面有不同的构造啊。这个威海呀真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城市，看着步行道啊非常干净。看看来玩来了，是不是跟着爷爷来玩来了？你们是从哪过来的呀？北京。就北京来旅游来的。不是，在这边没房子吗？我侄女在这儿。在这儿啊，就在威海买的房子。对。这威海环境这么错，好干净呢。现在又来到了一个海边啊，这边有很多的雕塑，这是张衡的雕塑啊，东汉的科学家，他的著名的成就就是这个。这是什么浑天仪吧？张衡，请。这是蔡伦，一个浮雕，一本书，这是咱们纸啊，纸的纸圣吧，纸的发明者，蔡伦。这个波浪一样的石头啊，这个浮雕的一些什么鱼类啊，海里边的生物吧。这是小朋友啊，小女孩打的伞，很可爱的样子啊。这个俩小男孩玩什么呢？这是没注意看这个门前写的是什么公园啊，总之是威海海边的一个公园吧。这俩是摇滚歌手，看看这神态，
感觉一下啊。这是音乐家啊，拉的大提琴、小提琴的，都陶醉了啊，都是忘情的。这是吹的，这萨克斯吗？还带着一个狗，也是一个欧洲老人的形象。这边一个美女吹的小笛子，这是中国人吹的竹笛。我感觉这是应该是刘公岛附近吧，啊，前面有很多的舰艇和游艇啊，那应该是军舰，应该是有点涨潮。这边有一个人在这里钓鱼，有点涨潮啊，这海水都漫过底下这个行道了。海堤湿滑，所以安全。这个海底飘过来的是什么东西啊？看看，是海带还是什么东西？海草。看咱环卫工人正在捞着呢啊，正在清洁海滩。啊，这里城市雕塑很多啊，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动感十足啊，一个美女迈开长腿儿，哦，踩在一个球上往前飞奔。这生态特别好，往近看看，挺大的这个雕塑。看看海边吧，这边是一个大的广场，退潮的时候这块都可以跳舞。这个海边呢有这么一个不锈钢的或者是什么金属的书本啊，这可能是一些圣贤的啊这个名言名句。哦，这里是老子曰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。啊，这里有一个老子的石雕，啊，中国这个先哲吧，伟大的思想家老子。这边是谁呢？屈原，啊，离骚啊，九歌。这是谁的铜像呢？这叫柏拉图的啊，啊，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，古希腊的。有过理想国什么著作啊。然后在这边看看这是谁的，这是亚里士多德，也是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。这个浮雕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没看明白啊。这边是谁啊？哎呀，这个有点像高尔基啊，高尔基，过去咱们看过他的，哦，对，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。这位应该就是雨果了吧，雨果，法国大作家吧。这是俄罗斯的著名的诗人啊，普希金，俄罗斯的太阳。这是英国的戏剧家莎士比亚，罗密欧朱丽叶就是他写的呀。啊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叫做文化公园吧，都有很多的这种啊，对人类这个历史上做出过贡献的啊。这是应该是李四光啊，这个是一个著名的地质学家，中国的。这边是谁啊？也是气候学家，
也是地理学家。这个人是谁呢？是不是华罗庚啊？哦，这是谁呀？两弹一星的著名的，是不是钱学森呢？大脑袋一看啊，就是爱因斯坦啊，聪明的大脑。这个人是谁啊？这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啊，应该是生物学家。看看这个人呢，是牛顿，万有引力的发明者啊，这也是17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巨匠啊。这是伽利略，这是个时速啊，这意大利的伟大的物理学家、天文学家、数学家啊。这位呢，坐在地球上，应该是地的大发现啊，叫做是阿基米德吧，古希腊的，也是天文学家啊。这个玻璃罩里面呢，这一个圆形的这么一个塑像啊，这不是，这叫浮雕啊。他是诺贝尔，著名的瑞典著名的发明家啊。这是中国四大发明活字印刷的这个发明者毕生啊。刚问了一下啊门卫，这个叫做幸福公园，我觉得也是个科普公园吧啊，因为有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、思想家啊，对这个世界文化、对世界科技做出贡献的人们的一些塑像啊。啊，我们走到了这个威海绿道啊，这条路是单行的，就沿着海边啊，这里搞了一些什么造型啊，跟那个河流一样啊，冰川河流一样，其实都油漆画的。然后看看这边，这是一个相对高点，然后这边有个岛，一个小岛，离这个大陆很近。这是个海湾，这个威海呀，不愧为卫生城市啊。这个卫生城市怎么得来的？咱可以看看，这边有个大爷啊，用刷子啊在刷这个。你在刷什么呢？这是，这什么印子？这是，这是车留下的印子是吧？不是，你给他刷干净啊？刷干净。哎呀，太辛苦了你。这怎么办？这是，这你们负责这一块是不是？不是啊。哦，那你这是给他义务的？义务的。哎呀，你真好。这用什么？用海水吗？还用什么刷呀？这个。是什么东西？这刷的用钢刷细料。哦，你看看，这是一个威海的车，你看这里比较脏啊，就过来给打扫卫生了，真是。所以说这个环境好啊，要靠大家来保持啊。